我现在呢来到了一个加油站，给车加油没什么新鲜的啊，来看看我们提的试驾车。看车牌，京 A D D 什么意思？纯电，对吧？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接口，快充在这儿没有问题，慢充在这儿。我们走到另一边，这难道是油改电的时候油箱没拆吗？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它是写着能加柴油，看。那么我现在呢就开着这辆纯电车去加油。我加柴油，对，他让我去那边，那边是9592。我这车是纯电的，但是它能加柴油，能加9升柴油，那边有个油箱盖，能加吗？对对对，您给我加满吧。加满。对，看他怎么跳，能怎么跳车。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加柴油，然后呢，又是我第一次给新能源加柴油，然后呢，受到了这么多的质疑。其实我也很诧异，加油员差点没给我加。行了，不聊了，咱节目正式开始。哈喽，各位观众老爷，早上、中午、下午、晚上好，欢迎收看充电桩试车。现在呢，我们的拍摄环境周围呢，除了我和我们的摄像大哥就没有别人了。口罩呢，我就暂时先不戴了。说实话啊，我本来就脸大，再戴上这小口罩说话，一会儿能把自己说缺氧了。刚才的视频呢，您没有看错啊，我们找来了一辆倍儿厉害的新能源车，能快充，能慢充，竟然还能加柴油，威马 EX6 Plus。Music。在去年呢，我们测试的新能源车型大部分呢都是传统车企，像这个北汽、比亚迪、吉利这些，既有燃油车又有新能源车。新势力品牌呢接触的并不是很多啊。到了今年，很多这些造车新势力已经开始第二款车的量产了。比如我旁边这辆 EX6 Plus， 它呢就是威马在 EX5 之后的第二款量产车型。好，那么按照我们充电桩试车的惯例呢，我们先来介绍我们实测的充电和续航数据。不过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这次测试呢是在这辆车没有加注柴油的情况下进行的测试，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这辆车呢它那个燃油包它是选装，并不是标配。第二一个，你这加了油了，你算不算开挂？我威马没有开挂。快充1小时37分钟，慢充11小时33分钟。续航测试按照我们的测试路线和标准，从满电开到剩余电量0%，小计里程359.2公里。充电和续航的表现呢，在我们测试的新能源车里属于中等偏上一点的水平。当然了，这是没加柴油的表现。要是加了之后呢，可能会更好。那么关于这个燃油辅助包啊，网上呢也是众说纷纭，基本上有两种声音：又充电又加油，麻不麻烦呀？那人家有风冷有液冷，就不允许我们再加一暖宝宝。切，一电动爹，你有什么好嘚瑟的呀？你开过车吗？你就逼一逼，有病！你有病！你有病！你。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首先，威马卖车不可能说我就卖给长江以南，对吧？我得覆盖全国，保不齐呢以后还得覆盖全地球。在天冷的地方呢，我选装上这个燃油辅助包，不管我是充电还是续航，甚至说我在车里我想开会暖风，都不至于那么快就趴了窝，对吧？而且呢，在电池技术还没牛逼到说我充1分钟能开1000公里的今天，威马就算是给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好了，多了不说，咱们回到这辆车本身来看外观。外观呢看上去和 EX5 差不多，前脸设计呢比较简洁，灯组呢我觉得要比 EX5 好看，比较长，中间这里呢还有一个黑色的装饰板，相当于做了一个贯穿。这个车标的设计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带了一个呼吸灯的效果，启动车辆和充电的时候呢会亮不同的颜色，充电的时候呢一条就是20%的电量。
整个前脸正面看过去，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我们沙雕群有一大哥说这前脸这么看特像三级头。你别说，乍一看还有点那味儿。大哥最近吃鸡玩的挺勤呀，观察还真细致。那么侧面呢，可以聊的也不少。这是一辆中型 SUV， 腰线从车头一直到这个车尾，那么尺寸比 EX5 大了一圈。也对，如果按照手机那么算的话，那就是 iPhone 5和 iPhone 6 Plus 的区别。轴距2.7米多，空间呢我们待会儿看一下。配置上，双色电动折叠后视镜，带360度环影的摄像头，隐藏门把手，带着钥匙过来，把手呢就自己撬下来了。下面轮圈也是双色设计，轮胎呢很下本，用的是米其林第四代皓月，尺寸呢是24545/29。车尾的设计呢就不像前边那三级头了啊，像镭射眼。贯穿样式的这个尾灯设计呢，把这个车尾分得比较有层次感，上下两层。然后呢，还是虽然说贯穿样式的尾灯啊我们见得多了，但是这个威马呢直接把自己的车标哎也给贯穿了，而且点亮之后啊效果还不错，能把自己的 logo 原厂就弄亮还弄好看的不多，金拱门算是一个。好，来看一下后备箱啊。电动尾门没有问题，同时呢这辆车还支持那个脚踢感应的开启和关闭。那么空间方面呢，我们放下了我们摄像老师的三脚架，竖着可以直接杵到头。另外呢还放了一个26寸的行李箱，剩余空间呢还能放下这个，而且呢是竖着放进去。另外呢这辆车还有一个前备箱的设计，如果你要是用上前备箱再把后排座椅放倒，要是搬家的话，像我那点家当，这辆车呢一趟就能拉走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威马的内饰设计，通过我这几天的试驾还有查到的一些信息呢，咱们一块儿来聊一下。方向盘采用了平底的设计，好评，不卡肚子。上面的按键呢有一种沃尔沃的感觉，它是这种亮面黑，然后呢按键都比较大。全液晶仪表有两种主题，一种呢是左右各一个方块，还有一种呢是中间一个圈的样式，显示的东西呢是比较全面的，不过这个字体稍微有点小了，尤其是这个小计里程，如果要是能更改一下字号就更好了。中控台上面这个长条这里呢，这里边有一个摄像头，可以用来进行人脸识别。那么在威马之后的更新里呢，这个摄像头还可以通过你目视它来唤醒车机系统，瞪谁谁怀孕。这个设计呢还是比较方便的，不用你在车里边叫唤车机，一会儿你好这个，一会儿你好这个了，盯一下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中控是一个12.8英寸的旋转屏，按下这个按钮呢就可以旋转了。看剧的时候横过来全屏看还是挺爽的。车机系统的 UI 呢是一个一个的气泡，这个气泡呢是带有学习功能的，你用哪个功能越频繁，哪个气泡呢就越大。比如现在我的这个气泡导航就是最大的，旁边的小气泡呢会显示附近的饭馆。你看胖是有原因的。车里面大部分的设置呢都在中控里，比如说氛围灯的颜色、空调、座椅加热这些。中控下面这里呢还有一个控制面板，像开关车门、语音、关闭屏幕和智能场景都在这里选择。这个控制面板呢还是比较实用的，不过我觉得要是能给我一个震动反馈就更好了。你比如说这个解锁车门，我摁一下，它给我一个震动提示，我就知道门是关上还是打开了。这个挡把的样式呢有点那个沃尔沃点火开关的意思，有人管那个叫燃气灶，是吧，一拧就点火了。这个车呢是通过这个往左拧和往右拧来进行一个换挡，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一点就更好了，照顾一下我们这个熊掌一样的胖手。还有一点呢是在方向盘的左手这里，调节这个液晶仪表的灯光呢是通过触摸来进行调节的。那么这时候呢我想打开后备箱，我以为呢我只要摁这个标识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你要摁它旁边的这个银色的按键，这三个银色的按键呢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功能。我呢最开始以为坏了，直到我打开这个操作手册我才看明白。所以说啊各位买车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那么最后要说的是呢，这辆车是有手机无线充电功能的，但是呢它是在中控台的第二层，所以说你手机充电的时候呢你是看不见它的。下车呢别忘了拿，我呢就放了2次。
好，来看一下乘坐空间啊，按照我这个蹲位调整好的驾驶坐姿，头部现在还有两指的距离。第二排先来看空间啊，腿部超过一拳，头部呢现在应该是四指。第二排呢我有俩爽点，先说第一个，就是这空间我感觉是真的大，再加上这个大尺寸的全景天窗，我觉得这空间尺寸应该是跟汉兰达有一拼。第二一个爽点呢，就是这辆车的后排电源接口放在了前排座椅的这个位置，这个设计就很懂了。哎，我想充个电不用弯腰了，我觉得一些把充电接口放在地上的车企呢可以学一学。你说我每次给手机充个电还得坐着给车鞠个躬，这样比较累，但是这个接口的做工我感觉稍微有一点糙。另外呢，就是要是安排上 USB-C 口就好了，跟上时代，对吧？后排的其他配置呢，单独的空调出风口、中央扶手、水杯架、三个头枕都是有配备的。另外呢，这辆车未来还会有六座版本，是一个2+2+2的设计，二胎家庭可以考虑一下。好了，多了不说了，咱们动态走起。先说结论，这辆 EX6 Plus 在我开过的新能源 SUV 里呢是属于比较好开的，最大功率160千瓦的前置永磁同步电动机，315牛米的最大扭矩，动力还是非常充足的。驾驶模式呢有节能、舒适、运动，还有自定义。在节能和舒适模式下呢，这辆车开起来特像一汽油车，你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有一个逐渐提速的过程，很平顺啊，也很线性。运动模式呢，那就是一踩一油，一踩一窜的感觉了。等红绿灯，你咔一起步，后边的车就只能欣赏你的尾灯了。悬挂部分呢，这辆车采用了前麦弗逊后扭力梁的悬挂，整体的一个调教呢偏向于舒适，再加上这个座椅坐着特别舒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呢它采用的是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座椅，包裹感非常强，尤其是我这样的胖子。之前呢我也跟各位说过，胖子你的这个接触面就要比别人要大，和这个椅子这个接触面，所以说呢可以感受到的细节呢也更多。像我平常过一些减速带啊或者是坑洼路段的时候，这辆车呢都是非常轻松的，起伏呢是很小的。最后呢再来说一下这辆车的安全方面，这辆车呢它有这个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另外呢 ACC 也是比较好用的，它可以识别你周围的车辆是轿车还是货车，在高速上是可以帮你分担一部分工作的。那么不足的地方呢也有，就是在高速的时候呢风噪还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你要开运动模式，一脚电门下去，那个电动机滋的那个电流声听得还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 NVH 还是需要再优化一下的。整体来看呢，这辆车我最满意两个点，一个呢就是空间大，一个就是配置多。空间呢在同级别同价位的新能源车里它应该是最大的了，配置呢像人脸识别还有辅助驾驶还有这个旋转中控都是一些比较实用还有好用的配置。那么最后呢购买建议，这车也是非常有的聊，这些新势力车企的打法呢和传统车企确实不太一样。这辆车除了有一个首发版，在1月份又推出了一个续航更低的轻享版车型，一个呢补贴之后239,900，一个189,900。如果你要是觉得价格偏高，或者你担心新能源车保值还有电池的一些问题，威马呢还有一个直购的一个方案，我去查了一下，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电池租用，还有2年6折回购，还有一个半价购车，这三个项目类似的操作呢未来也在做，就是相当于是租电池来开车。其实这样的一个购车方案呢可以打消一部分消费者的疑虑，总比你全款喜提要更划算一点。但是这个直购只能选择轻享版车型，它在配置上和这个首发版差了，像这个 L2 辅助驾驶啊、座椅加热、座椅记忆这些。啊，对了，另外那个燃油包是不能选配了。所以说你要不在意这些配置有没有都行的话，那么选择这个轻享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这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差不多了。因为是第一次开这个新势力品牌啊，有点兴奋，聊得有点多。欢迎各位呢关注我们的账号，为啥换这车，
同时呢催更我们的栏目充电桩试车。转瓶子和一键三连是我减肥的最大动力，咱们下期再见。嗨，我是威马汽车，欢迎大家关注我，顺便关注关注我们。